面跟那个年糕之间的那个口感，味道还行，但是这个这个口感实在是太要命了。看到吗？嗯。我给你们当一个先锋队，闻着很香啊，跟那个蚕蛹的味道有点像，闻起来。就那个蚕蛹的闻起来的味道有点像。好香啊！就那个焦酥焦酥的那个，真的吗？然后不是好吃，然后就那个好吃，不是是好吃。哎，怎么形容？就焦酥焦酥的味道，然后就是那种。蛋白质出来的感觉，你懂吗？你要站一下吗？这焦酥焦酥的，就是很脆啊。那不知道它是虫子，其实吃不出来还是没有，你可以吃出蛋白质的感觉。其实就是外形，外形比较难以忍受的，味道还是挺香的。对，很香啊，我觉得。没有什么异味。忍心吃它的头没有？对，我你咬吧，你别不忍心，一样的。都是蛋白质呢，这些吃都是蛋白质呢，头这里蛋白质最多的，所以那个蛋白质的味道能吃出来跟那个蚕蛹一样，那个味道。看你们有什么奇怪的表现，我不吃一个大的。是不是很脆？然后有螃蟹黄的那中间那个膏。螃蟹膏那种有一点点那个味道，然后就是那种香辣的那个味道，那香辣蟹的那个外面那个壳的味道。迷你香辣蟹。给你看一个生吞螃蟹。这个还是，这个还是有螃蟹的味道，有一点点那个蟹黄的味道。
Still